等会儿弄。哎呀，我没吃呢，大宝。给我吃了不到嘞。我吃了点。啊。你有点不足了。啊，都是钱，都是钱，真的是啊。还抬个桩子走。走了就走的。那个脏的吧，切了头。今天去地里面耕地啊，现在家里面的活忙完了，然后现在去把地耕掉，马上要栽玉米了。好嘞，啊！往哪儿下去啊？还是往那哈儿呗？我上次叫你往哪哈儿不得？那哈儿啦，抬过去都是。啊，我撑到。哎。啊，等着点哈儿。哎呀。前头，哎妈的真。我干还中班，我都抬起。还是重的。压到起来他都不走了，嘎。走快点嘞，都压到起来他都不走嘞。你那个没你好那个，要不要你抬都跳了哈？你是哪那些？哎。女人了哈，女人毛皮少像你了，还比早家好点，还比刚才些。水都是烧开的，开水那个是。这一片地啊，耕完了啊，天都要黑了。我倒是没耕多少，主要是我大伯，差不多都是他耕的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很热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现在把机器捆好啊，捆好就回家。起来，对，你还说不中？两兄弟把嘞，200斤嘛，加上那个滑口。